然后我们请看向前方。表扬模范父亲，即便假日侯友宜还是得选务市政两头烧，专心选务的柯文哲要继续让侯老三看不到车尾灯。台风、地震、火灾、枪击案，什么什么奇奇怪怪的一大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跑出去选举，那把你的主要的干部都带走，整个政府的效率一定出问题。柯议对侯友宜家中炮火，恐怕是前一天柯文哲与中小企业联谊参叙，和薛明志儿子宣长友同桌，不但又被力拱蓝白合，还说朱立伦骗了侯友宜和郭台铭，让柯文哲吓到只能吞饭。谁代表蓝？第二，到底要谈什么？他每天在媒体上晃什么？蓝白合，然后另外一方面要说什么要把我们并购了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无条件投降？那意思就叫我们致敬的意思。希望大家面对所有的外面的所有的杂音，我们团结一致，炮口是对外，我们焦虑者要转化成我们支持的力量。蓝白合的理想泡泡，柯文哲毫不客气，直接戳破。合不成，同框总行。7月16号上凯道，侯友宜要踩进柯文哲主场。我跟柯文哲市长本来就是认识的朋友。所以我跟柯市长的互动会非常的自然，如果有机会碰到，就会互相打个招呼。要自然的和柯文哲互动，但自己的包租公争议却可能很难安全下庄。侯友宜抢在集会前一天抛出安心租、拼社宅、纸炒作等住宅五件，先打预防针。选举的奥博又来了，不在监察院的财产申报，一切合法，大家都可以去检验。不愿7月16号成为柯文哲一人舞台，侯友宜参与角抢戏份，就怕戏的结局让侯友宜心碎。记者吴佳倩、蔡晨、尤秋比一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